生一个孩子，我让你有多养一只宠物啊，生两个，我给你养一对。所以是说生小孩才有资格养宠物，还是说生了小孩就会配发一个宠物？我是说这是一个社会议题，需要大家来讨论。我在新竹那天去哦，到一个保护动物协会，他们是说呢，怎么样保护动物啊？有很好的生存权。我跟他们动物协会的人讲，我说可以不可以这样子？你呢，生一个孩子，我让你哦，多养一只宠物啊，猫啊狗啊，生一个，生两个，我给你养一对。早上啊，您有提到说提高生育率啊，有一个生小孩送毛小孩，网络上大家现在讨论很热烈啊，有没有后续可能怎么样具体实行？这个事情呢，就说应该毛小孩啊的照顾，应该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生零到六岁的政策最好结合。我是希望呢，对这个毛小孩的爱护的团体，甚至于我们国家政策，甚至于这个应该讲说我们有关的候选人，大家都可以伸出哦一个，都是提出一个好的政见来，怎么样让我们生育率跟我们爱护动物的这个慈善关怀结合在一起。那么国家要做政策，两一起做。所以是说生小孩才有资格养宠物，还是说生了小孩就会配发一个宠物？我是说这是一个社会议题，需要大家来讨论。